我现在要进去了你的耳朵，我会很温柔，很温柔，放松，不要紧的。为什么要难过啊？为什么要难过？在我直播间里的朋友现在都好乖呀，如果不乖，我就让你进小黑屋。好了，我现在要换另外一个耳朵。我要对这个耳朵说：“你舒服吗？你是不是很舒服？”哇，我感觉好轻松啊！谢谢金太妍的主，谢谢冠希哥哥，谢谢路人雨，谢谢等风来也等你的三个烤鱼，谢谢 SAP 也唯一的两个烤鱼。这个耳朵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要进来哦。谢谢 CVAKRA 的两个烤鱼，谢谢你。
谢谢烤包子跟报纸，谢谢我孙子叫日天的竹子。昨天中奖的朋友，南海北山能获得66块钱的微信红包，所以今天送竹子的朋友都有机会能获得五十块钱的微信红包。谢谢一个懵逼少年，谢谢一个人往那儿走，谢谢天才少年张天天。现在啊，我要让你们体会一下沙漠风暴的感觉。你知道沙漠风暴是什么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昨天，是前天，一位朋友跟我讲的。我感觉这个特别像沙漠风暴。谢谢一根葱的99个饭团。沙漠风暴来了。